你好。 当中哈，还包括来参加我们这个106年度一年一度的我们暨职院校的一个盛会。那我们今年106年度专题暨创新制作竞赛很顺利的开始进行。那今天是中国系，我跟好大家。那早上的这个活动开始之前，我们邀请万达的教育部国民局学前教育处到我们进到辅导会议室里面，欢迎那个大家。 主任，还有各位师长们，大家早安，来到我们的会场哈，也感谢各位来支持我们参与我们这项的评审工作哈。那我刚刚早上很早就到，我刚刚看到外面的学生们很早就在外面整装哈，非常的重视这项这个竞赛哈。那我们也期待我们各位师长秉持你们的专业哈，来公平公正的来评审啊这项竞赛。 那这个竞赛呢，我们国教署也非常的重视哈。以前当然是这个奖状是由我们的承办学校居民来发，那后来提升到由国教署来发这个奖状哈。但是这次我们在邀请部长来的时候呢，我们被要求我们的奖状要改为教育部的奖状啊，可见我们对这项竞赛非常的重视哈。所以呢，也期待各位师长啊能够。
公平公正的来评审这项竞赛，让我们这个工作这个竞赛的结果一切都是能够大家都能够服气哈。那我们希望说今年的这个项竞赛一切能够顺利圆满。那明天呢，部长会亲自到现场来哈。那我们也期待说我们的学生们对我们这项的竞赛会越来越支持这项工作。那再次感谢各位师长哈，我们来支持我们参与这项评审工作，谢谢。谢谢副组长对我们的勉励。那我接下来很简单再跟各位说明一下一些重点的提示哦，因为等一下我们九点就准时开始评审，学生已经就定位了。那我们今天评审的时段的话，早上是到中午十二点哦。早上如果说你组别比较少的，像动力机械群啊、化工群，这个在十组以下的，就是在中午就评审结束。那评审结束就回到这个地方来。那我们中午有准备便当。那如果说看各位是先把分数评完再用餐，还是先用餐一面用餐一面评，这算分数也可以啊。那有两组机械群跟参与群啊，因为是十二组，那机械群跟参与群的这个专题组的话，因为这个希望把时间集中啊，那所以这两组就会评到十二点半，再麻烦这两组的这个评审的委员。那创意组的话，收件六件以下的就只有给前三名啊，所以海事群跟艺术群的这个创意组的话，再麻烦委员审视斟酌他们的这个成绩表现哦。在海事群跟艺术群的创意组就只有给前三名，我们加州就重缺哦。那这麻烦各位，刚我们那个副组长也提到说，我们原来是国教署的层级啊，但是今年拉到教育部的层级了，我们突然本来奖状都印好了，突然马上全部要改成教育部的部长的奖状哦，不过我们还好，动作还够快哦，应该可以准时把这个奖状的这部分完成啊。那这个就麻烦各位委员今天的这个评审。那评审过程当中，请各位务必全程参与，因为层级拉得越高，这个学生跟老师也越重视了，所以我们的评审的过程当中也要越严谨啊。在评审过程就麻烦各位委员全程参与，然后这个时间到了就结束了，不要每一组的时间不一样。那也给学生多一点的正向的鼓励啊，这个学生虽然我们有时候质疑他，但是有时候也给他一些鼓励，让他们能够越做越好。那另外就是说评分的时候，这个我们把成绩区隔开来了，避免说这个大家的分数很接近啊，到时候他们学生因为很多都会来复查成绩的啊，如果说这个有一些争议也比较麻烦，所以各位把成绩拉开。然后这个专题组特别要提醒一下哦，专题组我们就看它的完整性跟它这个课程的相关性的结合。那至于它的专题组里面的创意占的比例就比较低一点。那创意组的话就是以创意跟商品化为我们评审的要点哦，所以在专题组跟创意这两个部分还是提醒各位有一点区隔。那各位评审完了以后，你这一组的话只要交给我们一份哦，一份成绩可以了。但你要三个委员各自评，再平均，还是三个委员去讨论？就我们麻烦召集人来主持一下，看这一组的这个评审怎样进行。这个再麻烦各位委员。那结束以后，在你这个资料夹里面，你把你的评分的结果，还有你的领据跟交通费的领据都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在会后再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那我们就在会后再进行后续的这个动作。那也跟各位报告了，因为我们这个经费，政府给的经费也还不错啊，也还可以。那我们今年国教署哦，也设法帮大家加一点钱啊，因为我们以前编的预算是每一件的评审费690啊，以各位教授的那个实在有点少。那所以我们今年哦，这个国教署同意之下，我们给各位的每一件的作品就由690调到810啊。那今天早上的这个会议还有2000块的出席费啊，所以这个问跟各位报告。那因为经费也很有限，而且请各位多多包涵。那如果创意组的委员哦会签到两张的单据啊，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合办单位，那他们那边的编的预算只有690，啊不足的地方就师大这边来把那边补到810嘛。因为这个细节就跟各位抱歉细节讲清楚一点，让各位这个了解。
那因为各委的那个经费相当多，我们回去会尽快把那个经费报销，然后再汇到各委户口。如果各委对经费有什么问题的话，再麻烦就告诉我们。那今年我们也特别做了一件这个工作服啊，那这个工作服我先示范穿给各位看啊，因为本来是想说给学生的，但是因为学生两三千个人，我们没办法去套量到每个学生。我们今年就先给各委跟我们工作人员哦。啊，因为各委的尺寸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如果你评估了以后，我们会在这边有不同的尺寸。啊，如果你觉得还不错，要带回去做纪念的，我穿的是 XL 的，啊，你就看我的身材，然后看你自己再去调整。你要 double XL 或是你要小一点的，就看各位委员的那个自己衡量。那以上我简单报告到这个地方，就今天就麻烦各位，谢谢大家。啊，这么多年来都协助我们，啊，正如刚才院长讲，今年主管在礼拜五的时候接到指令说要把蒋兆换成部长，那我要死人，从来没有这么快速度过哈，礼拜一就签到部长制了。就马上搞定了啊！就礼拜开始重新念奖状，啊，全部换成部长啊！所以这，因为现在部长对我们这期交易还蛮重视的啊，因为他旁边的秘书每天在跟他怂恿哈，所以他对这块蛮重视，不管是技能竞赛或者这种比赛，他都大概都会亲临啊。像去年在台风高峰的工业列车竞赛，他亲自去颁奖啊。所以这个东西在大家越重视的时候，我们就要越小心哈，尤其是。我们每天都收到一些投诉，说这个评审对他很凶，评审讲话让他不舒服，他就认为他不公平。反正他没得名，他什么都可以讲啊。啊，所以也拜托各位委员在问、在跟这个选手询问的时候，态度要和善一点。你要让他觉得说你鄙视他，啊，他都说评审对我有成见啊，公委员都听我的话，听我的话。然后本来应该得名，然后他我没有得名，所以我要拜托。好，我也好。啊，还有我也可能也拜托，因为每一组都有一些名额啊，尽量除非说真的很差了，尽量不要让它重缺啊。哈，也是我们鼓励的，就是我们标准当然高啊，我们这一群的通通都不好，前三名重缺，只给一个加速，我选手就会很失望啊。啊，除非说真的很糟糕啊，不管到我们是建立说基于主义的性质哈，还是不要给它重缺啊。哈，这样子对于选手来讲，你看早上那样子讲，早上看。楼下穿戏服的什么一大堆，你看，大家玩得很凶哎，哦，越来越那个重视啊，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个他们这么辛苦啊，我们如果能够给他们多鼓励就多鼓励啊，那还是再次感谢各位委的一个协助啊，哦，希望我们今天的竞赛能够很顺利，而且今天台电联邦嘛，台电晚上十二点就要停电，我没碰过这么惨的一次，他说从十二点到停到明天早上十点，我说那不用管了，明天颁奖。只要十二点停赛，所以我们工作所有的工作印奖状什么在十二点之前要完成，啊，所以也是好事啊，让我们的那些工作也不用加班了，啊，但是拜托各位要尽快能够如期完成，让我们在十二点之前能够收工，啊，这一点要拜托各位，好，谢谢各位。是他非常的看重这项竞赛，那我们也是目前我们同学们都是需要鼓励的哈，所以呢，我们希望说各位评审在评审过程中都多多鼓励我们的学生哈，即使我们知道他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和善的去鼓励他继续努力哈。当然在比赛过程中，我们不要有任何暗示的语气啦哈，但是就是鼓励我们的学生们。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创意或是专题制作的这个比赛，未来他们会有更有信心来更多的一些创意哈，跟这专题制作的产品出来哈。那在此还是拜托各位师长们哈，多多用鼓励的语气来给学生啊加油哈。好，那在此谢谢各位。有一些建议，然后他们有时候会来复查。想了解说评审给他们什么建议，如果你有一些可以写下来的话，就尽量写在上面。那我们是就开始。
那因为技术的不成熟，常导致我们不能放弃研磨，那就造成刀具的浪费。那我们需要加油。像研磨的刀角，光给想到就是国中物理课有学过的抛物曲面聚热，那这方面是我们一开始所并且快速的投入下来。对，一起讨论说，那他们学生习惯的操作高度啊，再加上我们聚热保温效果，可以避免他们在操作时。这里的外国人哦，可是司机要怎么与外国游客沟通呢？司机真的能与外国游客交谈吗？因此，我们想到结合手机 APP 与英文导览的功能，帮助计程车的现况。二、了解台中市热门旅游景点。最主要是让司机兼任导游的工作，且通常是让旅客采取包车的方式。在旅游实务课本中，我们有学到的。不只是电脑，有可能把它放到手机的平台上做操作。你上了手机的平台后，它会是怎么样的操作？也为了让各位评审更了解。来看一下就好，再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嘛。好，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哦。多吗？这个是触控萤幕，所以说每个地方都有触控。可是如果自己再点下去的话，这个可能会。因为时间的需求，就做了第一次。创意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用很简单的方式，而且应该。这高位确实是做的。你们怎么没有想到呢？你现在喂完之后，东西都是你们要去的地方，对吧？不是上层的东西。大概是要怎么走？然后做法大概是要怎么做？然后也有很多像这样的制作手工书的说明。那你们这样子的假设要这样操作，旁边的踩着他到哪里上？里面这个情况，我们等会等倒车的，他会怎么亮？那以上是我们的一个动机。那我们的理论情况呢，会有介绍电影之后，然后我会反映说，你们倒车那个是三C的，对，所以这个是三C的平均，对。在当时，台湾各处沿岸都受到广大民生，上网系复福子，下网连接城子，借此让网口有适当高频网和高频率的沙发上，在行船将网资产上自己捕获，岸上的人们必须成为两方方法来进行研究。第一，问卷分析法；第二，年龄层做调查。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结果指出大众的情况，你是另外再来一遍。就要算一下，说预期这样。我们原本机车的气跟压缩机的活塞，是功率。你现在做实验室，说就是翻了墙。那还有你那个重金属的这个。喜糖盒好有意义哦，我很喜欢呢。
而且喜糖盒解不，让我好想拥有一个哦。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可以想出这么棒的 idea。 那创意小夜灯，记得一定要送给人家哦。发现伞的长度会影响到我们伞架设计的容积，在形象尺度表上，我们把我们收集到的市面上的伞架放置形象尺度。我们的五大 PUA 是因为台湾的雨季很长，但是伞形态是我们伞架的形状，在照顾伞的时候，利用不锈钢锅当作热交换器外壳，多加1:15的柠檬酸，再将电汤匙放入锅内的重量做出数据，并做出水放射物质。总共有概述的三个。On their impressions of town image in the film, we recorded 4 parts around the city and presented it.Of oceans are all full of stories. 今年2018的时候才会收到东西，会在做了，就是自行去。我想办法来吃哎。将产出来的电储存于行动电源，加以运用，来到重建绿色。好像没有真正去，你那个把那个背包试试看，对自己要有信心。假使看看啦、啊，因为你真的真正的在救灾的过程当中，是地形是崎岖不平，你没办法选择地形的。你夹夹看好不好？你把那个水夹夹。要有，就是要有一个想法，你才会来设计。要不然你今天说。然后第二题是问到，如果现在有一款感应器，声光感应器的吗？如果现在有一款声，90%的家长是有兴趣的。然后从这一题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这次的。不知道水活性怎么评？你是什么叫做水活性？我们因为我看到你们资料的时候，因为我因为我不做，知道你这个水活性指的是。My name is Andrew. My name is Mandy. Today our topic is Taiwan Broadway. With the development in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programs have gradually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aiwan, including Taiwanese opera. On the other hand, Western musicals have remained relevant. They have even introduced musical films, such as Phantom of the Opera. It's no longer popular among modern people, whereas Western musicals have attracted many. We decided to figure out how to make it just as popular as it used to be. Next, we'll move on to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ese opera and Western musicals to further understand why Taiwanese opera is not as prosperous as. 你们是主办者，你们真正有办一条演出。Makeup, tones, instrument, and story. Drama figure is also an essential beauty of Taiwanese, precisely, elegantly, and neatly. With all these beauties blended with the good features of Western movie musicals, Taiwanese opera is definitely worth reviving.
In this project, we would like to figure out why Taiwanese opera is diminishing in popularity by comparing it with a similar genre, Western musicals. The difference is, we found Western musicals can attract the public may result from their diversity and a close connection to modern people. After如果你要用 BS Roll 你怎么去哦我们有做稀释的动作你的硫酸对那还没有开始进到假设它里面有加进它的东西具体到那个时候你会讲有没有去想过它克服它的而在这所以你们这边产生的沼气有一个输送管然后你分成两个管子然后进去上面空间是要做什么那是因为那个木木起来的，为什么你只用一个而已，那其他地方不能用？谢谢。我因为我刚才跟他们过去。好，你再去改进。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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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会再讲解动画部分，我会再从观众观众们不需要感到压力。我们生存的这片土地，我们能为它付出什么呢？放到你的包装真空包装然后一份是五片然后我们把它就这样子放手、欸、这也是你们的成品对对对这是冷冻那我们因为展示的话就是把它早上六七点拿过来就是时间较久我们会比较冷对谁啊对对就没有办法去做太多，有就是有些人比如说
当然没有你这个这么精致。方便性上来讲，那个应该 I have a 纸箱I have a 冰棒棍，对，像我们的那个弹珠I have a 吸管，波浪鼓，代间关系，环保童话，也是用回收纸箱做的吗？没错，还说你的能力哦。哇，这样我在家里就可以跟我爷爷一起玩了呢。没错，我们的城真的具有收纳功能咯。哎，这个我知道，这个是波浪鼓对不对？可是怎么和我家不一样咯？我们是利用随手可得的纸卷以及吸管来制作，家人们可以共同制作来增进它。神奇了吧？哎，难道这宝特瓶也能做出神奇童玩吗？没错，我们的日月球是使用纸卷以及宝特瓶进行制作，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不仅可以训练手眼协调的能力，还可以铁铝罐切口容易割伤，所以我们改用宝特瓶制作，再用熨斗将边缘烫弯，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咯。后方来车，请小心。后方来车，请小心。第二种是整体的重量，跟你自己的属性。看这个。谢谢。环状构造，而且精油可能是存在这里面，然后它是那个薄壁构造，所以轻轻一碰，它就有味道散发出来。都已经有。应该很重。实验的效果好，这是我的一些建议。是，我觉得还蛮欣赏你们从一个点好。那老师要给你一些建议，就是像刚老师讲的，那个毛上面，这个就有点像牙膏跟牙刷的原理。也减少我们的锥状的事故危险，那我们可以减轻我们的重量。那在我们的结构部分分成上中下，上面。露营灯、求助灯也可以。那在旁边这边有一个充电孔，那是等的12米里面。那中间部分的话，我们原本是一字形，那我们定的紧凑性，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发光的颜色来，一个摆设的三支相隔120度，让我们摆设的时候可以更稳固一点点。那在我们的使用便利性的话，我们可以放到我们旁边的，因为颜色的配色的关系，我们可以取代这些商品。再来就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那左边摇杆的上下是控制我们飞机的尾座。那就是因为你刚才讲到妈妈回来只收衣服，对呀。来帮助更多弱势。以上是本组的报告。好，那个因为你们在报告里面也有很不足啊 ，in their daily life， in their daily life。Actually, they are the same, but they have the special food like ginger and ducks and beans. They are the most special food in Harvest Festival. They eat, but in the Harvest Festival, they only can eat duck, ginger, and beans. Yes. The classic, so their Harvest Festival is most classic because.You must know the harvest festival. 去西藏那个郊区。我有问题。
才下来的、啊，你不是说婴儿床才下来的不是？用户状态，用户状态，你动作怎么样？感觉太普遍了，没什么。那线材呢？要用毛线吗？用毛线不适合吧，太容易起毛球，而且容易脏。那我们要做什么类型的包包呢？啊，我喜欢一个特别的，就是三。三百克，爱麦克朱令展六。六百克。还免费呢，大家了解了吗？了解。那我可以问，这份游程还有什么特别的吗？经保护地球而设计出的绿色游程，还非常划算的哦。而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因为我们全程都是搭乘公车及其爱麦克。这个短袜。而且这份游程看起来具有创意性与象征性，设计起来不输外面的店家。而且他们粉丝专业定期更新，让我们能及时关注最新资讯。也谢谢这群同学的巧思。悠然自得，我们是乐在其中，下次再见，拜拜。其实我在听哦，因为你们强调其实是很环保。Let me tell you, actually she is a very filial daughter. She has taken care of the sick mom for many years, so she feels very. Our special report. Let's go to our anchor, Jenny. 排放的塑料，或是被塑料袋缠住而导致死亡。生态环境、水土资源、人类生存活动、生命安全等创新再利用，勾制出一系列生活家事用品，将废弃布条化腐朽为神奇。你知道他们是谁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就是记起这些字。你可以跟幼保的产业合作，像是家长跟小。我觉得你们这个概念很有趣。然后我们这样绝对可以在我们激烈吵架的时候有很好的安全。是后轴轮子跟搭延伸线，然后在转向节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因为等于还是高架更短，对，没，营造温暖的感觉。然后西部空间规划，除了基本的住宅需求之外，要利用整个四层楼的大透天。空间的部分就是包括客厅还有厨房，那客厅它是挑高的，哎，那我们的不会水晶角和传统水晶角有什么差别呢？其实不会水晶角跟分子一起来就是水晶角的水分，虽然价钱略高了一些，在这个建立体水煮系统。谢谢各位评审。然后可以在家调节的效果里面，多久要换一次水？基本上是可以不用换。系统平衡要多久？安室写的氢化钾需要16克加入100毫升的蒸馏水中，第二需要13克以及加入100毫升的蒸馏水中，两样药剂在分开时是不具。比起紫罗兰，莲蓬它具有采购方便、价位低廉，而且锁定性也比较。所以我们想到，一条第一册课本在介绍咖啡水质时，有提到酸碱值的概念，自受水进行研究，分别为海鸥水、泰山纯水、艾维尔水。结合了巴黎跟淡水，为单人旅游设计出三条路线。六个杯子，
所以其实它一个杯子成本是100多，那可能会在演出的时候放在旁边悼念人口，所以通常都会带着孙子等等，那带着孙子的时候就可以利用这些比较可爱的产品。对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和影响，为了节约像那些音效啊，就可以在二楼就可以听到，然后一楼声音，然后这边的话更是可以往下看。其实这视觉的，希望所有的观赏者看完凡嘉爱的作品，都能拥有美好的。一个是图腾，第二个是羽毛，羽毛在阿美族呢有阶级的意涵。最后呢，我们的 logo 及标准字结合会变成这样子。入名里面，十六族里面挑出一族人口数最多且文化保存较完整的阿美族阿米斯作为演出。最后一个呢是民族音乐，这个是郭一南，我们参考他的构图。那我们主要还是以阿美族传说故事著名绘本。首先我们先跟评审老师们介绍我们的原住民绘本封面跟封底。封面是我们参考的是蒙娜丽莎的构图，封底呢是带着也是古迹的由来，就是大卫的荷拉斯兄弟之事。第三篇是我们喜欢要比较精致的人会想买这样的东西，可能主要还是以男性为主。对啊，男生很大，就是男生才会这样。因为每个季节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来的果核啊、落叶作为主题下去做的，对，因为动物这样子，对，就比较没有特别。做出衍生，我们建议可以钢铁公司可以在每周五还有周日到附近的云科大或者是湖尾科大，甚至是未来即将盖好的台大分校，让学生更愿意来搭乘。那最后针对我们的行销策略，我们有等现在目前光，所以我们到家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讲对吗？可是灯也很亮，但是不热，为什么不？在学校看过一堂课，哎，那边老师教我们如何把这些回收物制作成教具呢。好啊，希望可以成功。喂，请问是儿童艺术节主办单位吗？员工服装制作的画面。对于许多贫穷及战乱的国家比起来，因缘机会之下，我们透过了俄服联盟的网站，
看到了有关收出养儿童三募集基金的背景与计划中的小朋友相似，甚至有组员的名字与计划中的小朋友很雷同，所以这个计划就深深吸引到我们。正每天约有 1.3 个孩子将面临出养困境，包括无力负担或是未婚生。关于叙事，介绍何谓叙事，叙事的重要性是资讯登录系统，介绍我们叙事扭它 APP 的设计理念。第二小游戏，在推广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轻松活泼的方式强化叙事概念，方便辨识他们叙事地点，也提升他们的社会形象。好，讯息接收端指的是爱心邻里长或慈善机构，他们负责接收新 APP 的形式来传递立即的讯息。假设我们是爱心商家，我们只要点选爱心商家的按钮，就可以来到我们对于商家的程式操作所等页面。接下来因为报告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已经先将平板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厂商只要先输入他提供出来的食物名称、果篮位，再来我们按下送出，按下送出，厂商所上传的正式讯息。接下来我们由下一推广。此外，我们还建立了粉丝团以及爱心商家与爱心人士的群组，传城市透过爱心商家以及爱心人士的使用及推广，以达成珍惜食物及关怀弱势的目的。未来小组也会朝着有序发展的方向前进，希望这个平台使用的人数也能越来越多，让叙事概念再见热心民众的传递。长长久久使用下去。我们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那你们现在可能还刚刚开始怎样提高这样子？就是商家这边跟这个真正需求端，能够对要怎么样去美？